很快就到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大伯就在我们眼前了，我也打出来，真的打出来的感觉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真的会累吧？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如果我今天输的话，我应该还是会走散，因为你觉得太可能。我们今天都是好像输，但是又对，低空飞过，好险。 哇，好陡哦！太陡了吧！超陡的，这怎么用走的？你看一下，哇，太阳直接洒在我身上。哦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？哇，好陡哦！哎，这有要走吗？有走到大佛那里，他们也想走到。他们研究好了，去大佛面前忏悔。哎，这个幸好有车哎，这要不然走不上来，真的太难。我们这好像登山客，有没有？ 很快就到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大伯就在我们眼前了。我也打出来，真的打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真的会累吧？不是，别给我。哇哇！看到我眼睛睁不开，我不会用这个，怎么开？就这样照着就行。好，这样忍着你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没办法走，慢慢走，各位。要到不要过度换气？太高了。哇！3143。各位，我们来，大个茄子吧。哇哇！3143。哇！ 最高峰就是这里了，叫做什么？3178峰，3178峰，最高峰3143海拔，我们到喽！耶！哇！哇！哇！那美中打鱼的感觉，好舒服。 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景了。对，我做空服员这么多年，去了很多地方，有很多地方我都已经不再觉得什么了不起，因为看过很多了。可是我说真的，这个景我舍不得走。我们现在到，还好啊，什么嘛，一点难度都没有。为什么要跑起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跑起来？ 好，不要跑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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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我手机，你要拍的，想拍什么跟我讲。耶！在换另一边。我们好好笑啊！Magnetica.